好，太不得了了，我现在居然已经在我们空军的第28作战队。炸完北师府，台支援旋风又来了，这回轰炸空军。从一日幕僚变成一日飞官，台支援变身台少校，但规矩可不能少。尤其像台哥年纪比较轻啊，不一定会抓得出来。可是你如果在做一些运动，你是怎么看得出来我年纪比较轻？这是以一个恭维的话，你懂吗？因为我被交代这样讲了。好了，好，开始喽，来测试哦，好不好？测试，切掉。我也是帮你切掉。要脱吗？不用，不用，衣服往上。如果今天光体检就笑到翻啊，不是，只是基本门槛，训练过程才真正难。来，小台，下一个就请你来操作一次。我想再看清楚一点。是 ，OK。来，下一位。小台，有，换你啦。我就问，你的牌要再详细的看清楚。其他学员的训练过程，虽然只是一日体验训练，却得全方位。即使轻松，台支援却成功让人看见国军专业的一面。记者：张宇轩，台报道。